拼乐高和赛车都是让人为之疯狂的东西，合在一起后本该更疯狂，但是在这里却多了一种欲言又止的新体验。本期是乐高纳斯卡车赛，剩下的四队分成红蓝两队，每队四人合作搭建一辆赛车进行比赛。兄妹组和消防员组是红队，拼了一个加拿大经典的红白拼色赛车，虽然是辆车，但也不影响它叫红色火箭。车身上拼了他们过去的作品，假装是赞助商的广告。从前面看真的很像一辆汽车，车灯、保险杠、中网都有了，就是车尾部分搭得很敷衍，就像答案上的略。兄弟组和主播组是蓝队，我以为的乐高赛车是这样的，他们搭建的乐高赛车是这样的，打破人们心中对于车的固有印象也不失为一种成功。最终作品就是在现有的车上拼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外壳，荒谬但又合情合理。车身上有闪电、有太阳作为装饰，其他的拼搭就像与没了自行车关系不大。不出意料，更像车的红队赛车赢得了杆位。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红队赢定了，我猜他们自己也这么想，所以中途进站拼轮胎的时候不慌不忙，成功被蓝队反杀，输了比赛。既然车可以不是车，那比赛也不一定非得淘汰。消防员组和兄妹组本次安全，下一期要搭喷泉，回想一下美版的水平，开始期待他们会整出什么幺蛾子了。随着比赛进入尾声，挑战也开始有了点难度。今天选手们要建造喷泉，好奇他们会搞出些什么东西，又有点替他们捏把汗。兄妹组要建一个火烈鸟喷泉，听起来还不错，但如果告诉你这是美版选手的设想，那你就应该明白水流没有按计划从嘴里喷出，而是像口水一样漏了出来。不仅如此，火烈鸟的身体也在滋水，让整个作品看上去有一种乱七八糟的美感。旋转的风车代表飞舞的蜜蜂，周围还有鲜花。别误会，这两个绿色的不是火烈鸟的腿，这才是。腿子哥怎么突然离鸟出走了？别问，问就是。消防员组建造了雨后的鸭子，雨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小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旁边还有个老人在喂它们。彩虹上有太阳和白云，旋转的小鸭子也搭出了游泳觅食的感觉。消防员们总是有着心有猛虎戏耍蔷薇的匠心，池塘周围的鲜花和小草非常细节，但池塘下面露出来的水和看似喂养鸭子实则表情呆滞的老人又过分拉胯，给人一种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感觉。我很难搞。来看看一直垫底的主播组，这次他们建了个螃蟹沙堡，沙堡用了跟沙子颜色相近的土黄色搭建，上面的海星、水浆和螃蟹让城堡看上去还不算太丑。涨潮的时候海浪会破坏沙堡，摇晃的白旗代表螃蟹向大海投降，左右移动的螃蟹、旋转的浆、摇晃的白旗，动力组的设置也比较合理。不过谁家海浪是从屋顶流出来的？这就是既然搭不出来，索性自己创造。兄弟组的作品是春天的郁金香，水流通过这个巨大的风车浇灌草坪，旁边还有个自动浇花系统，装满水后桶会自动倒水浇花。我猜选手们自有它的淘汰机制，看桶的位置就懂了。对于同一根水管的水，哪些用来浇灌鲜花，哪些不能，都交由命运决定。不满的郁金香也将兄弟组的命运交给了命运。动力组出了问题，花没有升上来，连他们自己都无法预判最后会呈现出什么效果，就是一个典型的美版作品。最后主播组的螃蟹沙堡得了第一，状况百出的兄弟组被淘汰了。下一期就是总决赛。$100,000 and the Lego Masters Trophy. The winner of season 3 of Lego Masters is...你们觉得谁会是总冠军？终于来到了决赛，来一起看看美版选手五迷三道的作品吧。你们为什么要叫五迷三道啊？因为我们不招徒弟。24小时没有限制，自由搭建。来猜一猜这三个作品哪个会得到$100,000，大约67万人民币的冠军奖金。兄妹组搭建了一个万花筒之城，城市下面有地铁，还有个斗兽场，两位骑士正在比武，看台上坐满了观众，蜈蚣正在入侵城市，楼顶有人在举办泳池派对。要不是节目组用定格动画演示，我只能看出来它是个城市街景，全都是很基础的拼搭，毫无技巧可言，就这还花了24个小时。主播组的作品叫想象，盲猜他们的意思是你要自己脑补才能领略到作品的牛逼之处，像我这种脑补能力较差的，不就是一个书架上面放了点玩具吗？其实玩具和滑板代表快乐的童年，右边是故事书里的超级英雄活了过来，飞出了书本，以书架为题开发一下想象力，你们能脑补些啥？消防员的作品是秋日极光，别误会，这一圈灰色的不是城墙，人家是落基山，让我们把画面拉近，看到没，长满了树，所以它确实是山。下面这个蓝色的湖也很空洞，没有搭出水波的变化，中间这圈彩色的是极光，旁边的两栋房子也是平平无奇。决赛作品比以往的还拉，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作品现实中的样子。我的天哪！ The winner of season 3 of Lego Masters, Nick and Stacy.
兄弟们猜对了没？消防员组的极光竟然得了第二。我寻思极光都搭成那样了，评委这个判定标准我不是很理解。今天选手要挑战在树上搭乐高，整棵树没有任何积木连接点，必须自己想办法固定模型。10个小时倒计时。这期节目组空降了一组网红小哥，据说 TikTok 上有100万粉丝，就快赶上咱们一半了，看看水平如何。网红小哥打算搭建一个美梦树屋，4个小孩躺在大树主干的休闲台，树的分支上则是他们各自的美梦，有寻找宝藏的海盗船长，探索太空的宇航员，攻占城堡的勇士，攀登古老金字塔的探险家。不得不说，这组确实有两把刷子，8个小人各有特色，乔乔二郎腿翘的，人物造型拿捏死死的，有玩具总动员的感觉了。接下来是兄弟组，他们做了一个 PK 俱乐部，把自己8个兄弟姐妹的特点都融入到树屋中，有驯马师姐姐，喜欢户外野生动物的自己，有工程天赋的理工男哥哥，健身狂魔妹妹带着水杯和杠铃在巨大的沙拉碗里战斗，创意还不错，不过这搭建水平差点意思。拉美组比赛进程一半了，这组依然不确定要搭什么主题，瞧给小姐姐都急哭了。最终他们搭建一个仙女花园，也就凑合事儿吧，这水平咱抖音评论区一抓一大把，你说是不？大夫组由于从小就爱读书，他们准备在树上做几个树屋，每本书都呈现不同的故事，飞机、火箭、城堡、海盗，创意不错，可惜很多元素和网红小哥雷同，难道外国人的童年只有这些吗？主播组准备用乐高搭建一个更大的乐高砖块，孩子们在树屋里玩着角色扮演，这些小人看着简单，但是表情非常生动。房子内部有一间美术室、迪斯科舞厅和一个游戏室，妥妥的豪宅了。树屋底部甚至还有一扇秘密小门，创意和趣味性拉满，连我都想变成小人进去玩了。母子组在树上搭了一个中国寺庙，寺庙里躺着熊猫妈妈，外面是玩耍的熊猫宝宝。不得不说，这寺庙实在是太潦草了，和我幼稚园大侄女画的房子有的一拼，并且国宝熊猫搭成这样，实在是有点欺负人。在线征集一名积木练习生前去挑战。John and Xavier 二次元组，他们准备在树上做两个平台，分别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驾驶飞船、攀岩、玩桌游，驾驶巨型机甲怪物，顺着乐高楼梯到2楼听摇滚明星现场演唱会，你甚至还能在这和共享单车打架。定格动画拍得不错，不过搭建水平也就凑合事儿吧。下一对兄妹组，他们搭建一个糖果树屋，据说原型是他们妈妈继承的荷兰古堡遗产，有点凡尔赛了哈。打开树屋，妈妈正在给孩子们准备茶点，他们机智的用乐高砖块把房子底部的空隙全填满，解决固定问题。消防员组搭建一个树屋大学，学生们在这儿学习生活，看样子他们打算以量取胜，每根树枝上都放满了东西，正所谓实力不够数量来凑，就这水平评委还一顿尬吹。I like the fact that you created the curvature. When I go in close, I can get lost in it. 实在有点勉强了哈。Hi, Liz and Aaron. Hi. 姐妹组因为小时候哥哥不让自己玩他的乐高海盗船，所以决定搭建一个女孩专用的海盗船俱乐部，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船头的曲线塑造很自然，这里还挂了个骷髅人仔，有海盗那位了。更妙的是，他们把船底部的固定结构做成了海浪形状，看上去就像是在浪尖航行的海盗船。最终本集第一名给到了主播组的乐高树屋，拉美组由于本集表现太拉淘汰出局，下一集带你去溜一溜乐高狗子。And who will find the challenge too rough? Dang it.